老板，这是卖什么的？香河粉。来个香河粉。一杯的。多少钱一碗？多点辣吗？地震前贫道我土小天文地理上下周五千年拜过藏青族别过了龙虎山小道我走没买一份好谢谢老板你好这个石头来一份苏丢这个是苏丢苏丢来一份是吧对好嘞看来辣椒有一零，热闹又有情。哦，这么热情？对，要热情一点。大蒜子一放，相思又难忘。嗯，这里秘制酱料好。哎，我带了一个，你可以给我加上吗？啊，这么大的？对。可以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入味啊？洗了没有？洗了。好，这么大石头王。哦，炒不动它。啊，石头炒一炒，多丢十块宝。铲子翻一翻，票子慌不慌？这个石头啊，炒不动它呀，会入味不？这个石头是真的崩牙了。一石穿三代，人走十来代，你这个石头穿个五代都没问题。老板，您教教我怎么吃啊？这个多丢啊，啊，要这么吃的嘞，你看啊。四口丢，四个丢掉，那个不丢啊，嗯，好吃，啊，这么炒好了啊，出锅啊，这么大个石头，一个就把我一份装满了，哎，这太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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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头啊，这要穿五袋，小心小心啊，好，谢谢，老板，我要一个汉堡。没有了，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吃的。就剩最后一个，我怕你吃不完呀、啊。吃得完，你就给我做吧。确定？确定的，我就给你做。好。你看吧，面包、牛肉全都没有了。我说你吃不完，这么大汉堡，你肯定吃不完嘛。吃得完。确定啊？确定。那我真给你做了。好。这是个大工程。哇，真费劲，放菜。真的。够不够开锅？够了。弄点酱，哇，这几天好过瘾啊！看看这600克的大肉球，黑胡椒、海盐、粉皮，哇，够不够？不够，够不够？够了吧？够了，对我职业的挑战。多来点芝士，拉丝，拉丝，这是拉丝芝士，马苏里拉的芝士。相当好，加酒烧空了呗。再来点番茄，100块钱够不够？那个没，都给你放进去了。哎，培根，好了，孩子。对，生的洋葱，解腻的。我想给你放点酸黄瓜。啊，198生日汉堡，够不够孩子？我心似海，放眼望去，那些高楼全部坍塌。你要从不后悔，那么剩下背影要在我身旁安家。为一切都为你得到，永远等候你的怀抱，做你生命中的依靠。来街边吃个炸洋芋。洋芋炸家一点就很爱。真阳的吧我、啊、咱就是说口水已经在分泌了没觉得没了你说你没眼了别来再来点豆腐你帮我打两个蘸水啊豆腐能够吃
东西。这个是咋个拧法呀？那呀，这个个，这个可以扎一个羊皮或者一个豆腐，然后拧平拧掉。我要那个两米线的。按两米线，按两米线嘛，就是一个两米线，然后加那个。老板你好。我要一个，我可以要麻酱和酸甜的混的吗？可以可以，口味可以随意搭配。那我要麻酱和酸甜口味的。好的。然后可以多要点酱吗？可以。谢谢了。多少辣椒？一点点吧。好，麻酱酸甜，一点辣。对。有没有不吃的菜？没有。那爷再来点啊。好的。真的好多呀，然后多要点糖和醋吧。哦，糖醋。对，重一点，对。一点点辣。对。我这是酱拌的，跟他们那个用药水拌的不一样。对，我这是我自创的，老顾客感谢支持，送我尝。谢谢老板。统一最大的原料是。对。关键是味道。好，谢谢老板。对。老板的螺蛳卷是我咋买来的？这是啥做的？鸡肉的。国内这边的。这是啥菜的？黄瓜丝是吧？是不是？辣椒的。辣椒要一点。这是芝麻宴是吧？啊。这一般几点吃饭？今天的早餐，糯米加素肉豆腐卷。老板，这糯米卷豆腐怎么卖的？5块1斤。这还加鸡蛋是吗？加鸡蛋啊。这么长点还是老筋儿啊，直接包含鸡蛋了是吧？还带鸡蛋。给我来一个吧。这微辣是不辣呀？中辣就行。中辣都中。对对对。加烤肠多少钱呢？再加1块钱。好了好了，再加烤肠嘞。还带丝，实惠好吃。加点葱花。这是鸡杂是吗？这？哎对，鸡杂是8块1斤。哇，这么一大个。是是。这个加了烤肠的是6块钱，里面自带的有一个鸡蛋。老板，烤果条怎么卖呀？10块钱5串。我要10块钱的。有什么口味可以选吗？有两个口味可以搭配的。两种口味是什么口味呀？有虾米的，有韭菜味的。虾米跟韭菜。虾米跟韭菜。韭菜肉末。刚刚放那个是蒜蓉酱是吧？对。满载欢乐回航，闯一闯，让我们闯一闯，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云家这虾米啊，这萝卜干，萝卜干。这个粉色的是什么呀？火腿。这个是哪里的套餐呀，老板？那是2块钱的吧？潮汕的。蒜头蟹阳、潮州，这都属于潮汕。对对对。潮汕的地方。辣不辣的？辣一点。有没有辣一点？口感 QQ 的，有虾的味道，好吃。老板，3个肉夹馍，它怎么卖呀？要全料的。全料就33。现捞的，就是香的。这个是我的吗？哎，是的。辣椒、葱、香菜都有啊。我的多放点辣。加卤蛋的吗？哎，卤蛋的加的都加了是吧？我的辣椒也多一点。好的。这是什么香菜？那是香菜。那我的香菜要多一点啊。好的。香菜太阳。爱吃的。好的。感觉这一个晚上就要挺饱。
妈这种。太香了。老板，我要一个煎饼，可以加十个蛋吗？加几个？十个蛋可以加得下吗？那你也吃不住这些十个呀？那是太多了，他是催着人的。你是给我钱的，我不是怕你，然后不给你夹的是吧？我带的鸡蛋也不少的。光吃鸡蛋吃多了，消化吃多了，吸收不了。不是不跟你讲，你年轻不？还不了解这事不？给你煎鸡蛋哈。好。啊，这样都好吃的。你这个跟煎饼果子不一样啊，这个是单独煎的啊。嗯，是的，我这个是山东烙大饼的。哦，烙大饼。煎饼果子，它那个是转的，转的很简单的，它是转了一下才行。把这个麻烦。麻烦点。做的慢，关键好吃。哎。你吃的这个，你就吃了山东的大煎饼了。慢啊。成型的慢，他能快。我看到他，我就说他你。你现在就吃吧。现在就吃。他现在就吃，他会烫手的。啊，往这里拿。好，往这里来。好，好，谢谢。老板来一碗螺蛳粉，别慌，我再加一个。这炸弹咋买的？再要一个炸弹跟那个豆花。微辣的。稍微辣点的吧。这个放的是黑木耳、酸豆角，还有这个酸笋。我的有一个炸弹的，好，谢谢啊。天气比较热，我又点了一碗冰冻花。这个碗稍微有点大，稍微的搅拌一下。哎，先把炸弹放到最下边泡一下。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吃起来是偏咸，微辣微臭一点的淡卤味，带着一丢丢的酸，米粉口感吃起来很软韧，带着滑弹。这个豆花看着蛮不错的，上面铺的是红豆、葡萄干、花生碎，搅拌一下，看起来很嫩滑，水水润润的。我先尝一口，特别的冰甜，带着很浓郁的青豆香味。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今天来路边摊吃个臭豆腐，还可以自己加泡菜哦。臭豆腐是黑白双拼的，蒜末、香菜、泡菜都搞里头，最后再加两勺麻酱和辣椒油，接着就是充分搅拌入味儿，香喷喷的一份臭豆腐就好了。臭豆腐和配菜都给我香迷糊了。今天来夜市吃卷饼了，想这口真的好久了，几十种菜挑得人眼花，炸香菜真的很绝，油炸真的是炸鞋垫都好吃。哇哦，真的太诱人了。煎饼卷炸串真的太绝了，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料。老板，螺蛳卷菜咋买来的？这也是里边可以加的所有配菜。炖牛肉咋买来的？我来一个吧的。你拿菜，还有别的菜，辣椒芝麻丝。要一点，来点土豆吧。这个蒜菜吧。蒜菜二种，再来个面筋的。再要点这个焖的给火腿片，再来一点这个人着肉吧。这一般几点出的儿的？最后放了这个是葱花，然后外面两个肉末卷起来就做好了。刚才加的东西特别特别多，这一共花了4块钱。这个量真的有点顶，因为我今天比较饿，我直接买了2份，很浓很香的芝麻盐味，微微带着咸。有朋友吃过这样的大锅菜吗？10块钱一斤。都吃吗？来点这个面筋吧。我倒着你看着啊。中中。你说了算。来点腐乳。再来点金针菇吧的。再来这个豆皮吧嘞，再给我加几个鹌鹑蛋吗？差不多了。老板，来一碗鸭的馒头，配着馒头应该会特别特别好吃。再买一杯紫薯西米露。好，谢谢啊。老板，苏拉明哪买来的？
辣椒放一点吧。这个放点辣椒油和芝麻酱，再放一勺蒜汁儿。一般六点到几点的？十点。六点到十点。嗯。粽子咋卖的？粽子1块钱一个，红枣、花生。来黑米的吧，这个。他们家在外边支了一张桌子，可以坐在这里吃，里面加了特别特别满，这个一共是花了4块钱，这也太香了，朋友们。再配上一口黑米豆浆。今天来夜市吃个卷面皮，先抹上老板的秘制酱料，再搞上老板的配菜，有面筋、黄瓜丝、豆芽，还有沙子，还有花生碎，这样一个卷面皮就卷好了，只要9啊一个。今天来夜市吃个娃娃鱼儿，滋点酱油和醋，再用大菜刀拍点花生碎放里头，黄瓜丝搞里头，最后再搞点香菜。吃的时候一定要搅拌均匀入味。夏天来上一碗娃娃鱼儿，不要太舒适。今天来夜市吃个锅贴。拍一下，我要买一份。不买禁止拍照。我买一份。满满的锅贴看得我直流口水。老板在分锅贴了，真的太多葱花了吧。锅贴煎得金黄焦脆。老板说这个剁椒必须加，嘎嘎好吃。打包回家慢慢品尝了。